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30集的节目了。那呈现在各位目前所看到的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是登场于2007年的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的最后的大魔头，也就是那一集的密卡登。那今天介绍的这一款密卡登的玩具呢是属于 V 级的玩具。那为什么要今天特别挑选这一款玩具跟各位做介绍呢？第一个呢，除了说它这个玩具现在比较不容易取得之外呢，我前两天呢很意外的发现说，在台湾的网拍上面呢，在07电影的密卡登的玩具里头呢，它推出了四个版本。那最多流通于市面上的呢是冰封版本。那我赫然发现冰封版本的玩具呢，到现在还有大概是不用90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价位。那这个价格就一个已经过期的 V 级的玩具来说呢，算是相当漂亮的。那所以就想说呢，把这一款已经购入很久的玩具呢拿出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介绍。那么呢，我刚说到的是冰封版本，可是实际上呢，现在在各位眼前的这个呢是属于电镀版本。那电镀版本跟冰封版本呢，还有所谓的烈焰版，还有我自己分类的原色版本呢，其实这个模子全部都是一样的，差别呢只是在它的配色上有所不同。各位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电镀版本呢，它一样的拥有身上有一些仿造式，在电影里头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身上有这一些像是冰块的东西，包括它背面，这一些都是要做出它破冰而出的那个样子哦。那很多人呢应该都在网络上看过，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玩家呢，将这些冰块的部分给拔除掉。那我个人呢倒不，第一是没有这个技术了，第二是也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冰块的样子其实还算是挺漂亮的。那么呢 V 级的玩具里头呢，以这一款密卡登来说呢，我回想起我上一集的那个节目里头，我说的那个感知器那个玩具呢，它好像是把应该是 V 级的玩具把它做成是低级的玩具，因为它的变形难度比较高。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那这一款密卡登的玩具呢，我个人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可能把那个 Legion Class 的玩具的吧，硬是把它放大成 V 级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变形实在是很简单，可能几个步骤就完成了。可是尽管如此了啊，这个 V 级的玩具呢，它当然做工上是精细很多了。那推出的这个电镀版本，我个人也觉得配色很漂亮。那么呢，就来说一下它的可动性。头部呢，其实是应该算得上，应该是球形关节，它是可以上下左右都动了。但是呢，因为造型的关系，它这个地方限制了它头部能够转的范围。那手部呢，该动的地方也都可以动，二头肌这边也能动。手当然因为是爪子的啊，所以它当然不是一个拳头型的。那么呢，腰部呢也可以转动，这个算是密卡登的玩具呢 V 级的玩具呢都有了一个优点。那腿、大腿、膝盖能动，那很紧哦。那除了膝盖除了可以弯曲之外，它还可以左右这样转动。那这个脚踝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完形的，它有一个接地的关节。那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弹簧的设计，有放开的话呢，它就会收起来。这个是为了配合它变成机器人变成战斗机时候的一个设计哦。
总体来说呢，他身上可以动的关节算多的了，但是呢，因为他玩具造型的关系，他经常像手在转的时候呢，容易被后面的翅膀挡住。那腿要往前伸呢，或者是一些弯曲的时候呢，经常会被他自己身上的一些关节的地方给身上的一些凸起的地方给挡住哦。算是，所以能做出来的造型的动作来讲，算是有限了啊。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它是在变成战斗机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部位。那我不知道，玩具这样就把它耷拉拉的，把它直接放在这手上。我想或许是因为是想把它，就把它当成是它的手上的炮吧。只是说。这个可惜就是说，他如果说他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如果呢，他能够让这个炮呢是做成拿起来可以是像这样子，像这样子的话还行。可是实际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这样也算是一个像武器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呢，他如果这个地方，他这个。这个枪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转那个角度转成像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在手上呢可能会比较美观一点。当然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部位的话呢，在变成机器人的时候是可以把它拿下来的。它的这个手臂呢，这是可以轻松的旋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给拆下来了。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拆除的工作，非常简单。这样呢手上就没有这个累赘了。那么机器人的造型之下呢，它背部的设计我觉得算是背上这一片我觉得算做的是很精致了啊。只可惜就是说我在把它上色的时候有的地方涂的不是很好看。那它背上背拆开之后呢，它这个地方跟这里是可以结合的。如果你把它，但是你一旦密合它的话呢，它的腰就不能转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看各位的喜好，看是不是要把它结合上去。那它背后还有一个比较不容易发现的地方哦，它这个地方如果拉下去的话呢，它的这个翅膀是会立起来。那这个不难知道，可是其实它这个翅膀拉上去都是可以固定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从这里往下压下去的话，拿上去。往下压的话，OK， 它是可以稍微把它固定住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固定有什么意义啊，那稍微碰一下它就会解开了。那这个机器人的介绍呢，就到这边。接下来呢，跟各位示范一下它的变形的过程。那么呢，在示范它的变形过程之前呢，先跟各位说一件事啊，这个手指呢，它这个手指的造型呢，它是有分，这边呢是两根手指，这边是一根手指，那这一根手指的这个部位呢是在上边的，这表示这是它的正面，那反过来呢，它就是属于背面。那在变形的时候呢，我们是必须把它转到这一面来，然后呢，这个手指把它靠拢之后。将他的手指缩进去，然后呢，向上举到差不多这样。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的，差不多举成这样子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习惯，等一下也可以不用这么做。将他的手指收进去之后呢，把它往手臂里头缩进去。怎么样才是缩到底呢？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这个地方。压到底就是大概到底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后面这个地方呢，把它往上搬一下，腰呢往后面一提，往后面一提的时候呢，这一胸前这一块冰呢，它才能够往上移动，移动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洞，镜头不容易看，因为它是黑色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将这个。
转过来，先将这个枪管往下移一点，转过来之后，将两只手臂呢往身体靠近一点，将枪口的这两个凸起物呢塞进这个洞。有时候呢，可能在变形的时候呢，手臂啦会掉下来，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这个手本来就是设计可以掉下来的。那这一边的变形呢，基本上这一边已经算完成了，就是这个手臂要往身体里面靠一点，拉近手臂跟身体的距离，让这个枪管可以靠进去。那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这边再看一次啊、哦，可以把它往身体一靠近之后呢，这个扣环呢就是要跟枪的另外一边，它这边一样有一个它应该有的卡扣的地方，就把它扣进去，然后双手呢大概举成这个样子。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个地方是有个洞的，跟这个凸起物就把它结合。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呢，翅膀往下一折，基本上这个变形过程已经算是完成了。那不过呢，就官方的玩具的盒子呢跟说明，因为我买的这个是二手的了，已经没有说明书了，所以我不知道它说明书到底怎么写。不过如果就它玩具的外盒上面的这个图示的话呢，它的变形完成并不是这样的啊、哦，它的变形的话是，这个是必须要摊开的。如果照到玩具的外盒来看的话，然后这两个是要往前面伸，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的是它玩具盒子上面所说的一个变形好的这个赛博坦的战机的形态。但实际上呢，我们看过电影的话都知道说，应该是我刚所说的那个样子呢，是比较接近他在电影里头的造型的。那也诚如我一开始在影片前面所说的，这款玩具现在已经不容易买到了，但是在网拍上面呢还有不错的价位。那我个人呢是比较推荐各位能够将它纳为你的收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